理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翻嚟吓，6月12号，2024年嘅啤李漫步。咁啊，眨下眼就咁多年啦。咁我哋眨下眼就五年。其实喺个2019年嘅时候咧，眨下眼咧就系1989年。即系有时呢啲咁嘅术数咧，真系好奇怪，逢九啊必乱啊。咁啊，估唔到咧。咁当然啦，你问我啊，那个程度规模咧。其實2019同1989年都係爭好遠啦，係爭好遠。但係記住喎，嗰個係全國一個十幾億人嘅大國喎，而我哋700多萬人，係一個即係啊咁和平、咁法治昌明嘅社會，竟然都可以出現啲咁嘅事情咧。我諗咧，即係我成日覺得好遺憾啊！遺憾就因為而家香港再即係好即係，其實我覺得都仍然係咁開放，應該有人會做，但係就冇人夠膽做咯。真係去啊！去釐清，我唔係話啊嗰啲調查委員會啊，去寫翻個回憶成件事究竟係何點樣嚟點樣去，咁我諗一定有啲時間之後一定會出現，因為有好多人喺海外啊嘛，係嘛？即係問心嗰句，你話俾我聽係嘛？林鄭月娥今時今日仲可以屌你，使收咁撚多錢啊？仲係呢個國咩咩咩行政長官辦公室，仲要喺呢個金鐘，我真係屌你，真係我起意難平，係嘛？呢一件事情啊，即係問心嗰句啊，你問我中央就當然係定性咗佢係千古罪人啦，如果唔係就唔會冇得撈啦，係嘛？屌你老母閪，真係你搞諗到好好地地一個香港嚇咁撚樣，千古罪人，真係千古罪人。你屌佢老豆老母養個女嘅時候，細個都勤力讀書，都估都估唔到佢。哇！原來真係呢一個真係臭字之中嘅臭字。好啦，嗱呢一單嘢，女警偷嘢，被裁無罪。其實我唔會因為佢係女警斷正偷嘢，被裁無罪，就一定覺得呢單嘢唔公道。OK， 但係我睇佢呢一個法官個判詞係的而且確。令我會覺得喂係咪真係有稱先咗啊？因為警務人員點解咧？因為法官話接納佢有抑鬱症，冇食藥，而且個仔病咗，於是乎可能真係會唔記得嗱。咁你咁樣判咧，我都冇乜異議啊。因為的而且確咧，我今日專登睇翻。在之前咧，有些譬如話做醫生嘅，或者教書嘅，嚇，甚至乎一些普通職業嘅人咧，佢如果能夠證明到佢嚇有病冇食藥，或者有食藥，因為啲藥係會令到你懵噶嘛，啊，有陣時咧疑點歸於被告咧，都未必一定判有罪嘅，呢個係事實。但係佢話加上個法官判嘅時候啊，被告行為良好，犯罪機會低。所以就裁定佢罪名唔成立，咁我覺得呢度咧就真係好奇怪啦。行為良好，佢冇案底就代表行為良好？行為良好就偷嘢？唔記得，我真係唔知你憑乜嘢講佢行為良好？犯罪機會較低，我就覺得更加奇怪啦。你話重犯機會較低，我都覺得咩啦？喂，知法犯法都要罪加一等啦，係嘛？而事實上我睇翻成件案情咧。如果我係法官，我甚至乎唔會接納頭先講佢話有抑鬱症唔食藥嗰下添啊，因為人同其他個呢啲事情一定要單鋪鋪清噶嘛，單單逐單睇噶嘛啊。好啦，被告黎美芬被控一學盜竊罪，喺7月26号舊年喺屯門時代廣場惠康超級市場偷一包餅、一包通心粉、一盒豆腐、一支飲品、兩個奇異果、一包豆。一包金菇，一包青椒，一包粟米。屌你去到咁樣咧，都話可以唔記得俾錢咧，嗰樣我就覺得奇怪啲啦。記得攞咩食物，但可以唔記得俾錢。你話如果老實講，有陣時真係啊，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啊嘛，疑點歸於利益歸於被告。我攞一大扎嘢，有陣時真係隻手好亂，有啲人可能唔覺意擺喺另外一個袋，其實都唔應該嘅。OK。於是乎你成扎嘢俾錢啊，而
甚至乎有陣時我哋睇話，原來你買曬嘢八百幾蚊嘅，嗰個嘢係六個半嘅啫。咁係咪真係可能會唔記得咧？啊，又睇埋你喺個鏡頭度睇你個動作啊、神情啊，好多嘢判斷噶嘛。喂，但係如果你喂你好撚，喂佢呢一個阿黎美芬咧係好，當然你可以話啦，如果有偷嘢，偷多啲啦。喂，偷唔少咯。喂，佢都唔少咯，好針對性嘅喎。啊，有包通心粉，有包飲品兩個奇異嗰一包豆，係啦係啦，即係好有針對性嘅。OK， 好啦，被告作供承認，當日喺超市唔同嘅貨架攞貨，就擺入個藍色環保袋，就未俾錢離開。佢話當其時因為要照顧病嘅細路仔，所以咧就停服有睡嘅藥物。嗱、啊。就停服咗，因為點解咧？要照顧有病啊嘛，即係有驚啲藥物係有睡意嘅，所以就唔食。後來細路仔都一度入醫院 ，OK， 之後就完全忘記咗自己要食藥。屌你咪，哦原來食藥都唔記得咗，咁唔怪得唔記得俾錢啦。但又記得要買乜嘢喎 ？OK， 好啦，裁判官話，黃國輝話，2022年被告懷有雙胞胎，跟住咧因為擔心流產，所以長期情緒低落同埋失眠。同年七月，2022年7月確診患有抑鬱症，啊，病狀包括會聽到叫佢死嘅聲音。案發嘅時候，被告有病，被告需要去醫院照顧個仔，因此忘記服食抑鬱藥同埋失眠。佢話從閉路電視見到被告喺超市貨架攞一項物品之後就放入環保袋，之後咧每次都會檢查手機同埋檢查自己有否遺漏。OK。嗱，點解要檢查手機呢？因為佢可能係寫住要買乜嘢、，OK。而被告咧本來走向付款區嘅，但係突然轉身，過咗一陣就直接離開超市 ，OK。超市經理作供話，被告離開超市咧之後咧，佢近距離咧啊截，即係截咗截停被告嘅，係十零秒咁樣。即係老實講，這個經理咧。即係一離開超市，佢當然可以即係啊截停佢啦。離開超市一定要離開超市喎啊，咁就唔關佢離開幾遠。但係佢喺度檢查，擺落個環保袋，睇下自己買乜嘢。好啦，本來行去付款區，突然間轉身，你憑呢個動作，你點解會覺得佢係唔記得咗咧？其實我同你講，正常嚟講，一個人係唔可能擺啲嘢落個環保袋度。我咁耐啊，去超市啊。我自己好，人哋都我未見過人喺超市買直接啲嘢擺落袋，係一定擺落嗰個籃度。擺落籃度啊嘛，一擺落嗰架佢推車度啊嘛。你直接擺落環保袋。黐撚線！老我話俾你聽，我覺得我而家同你講高買偷嘢，因為我細個靚仔嘅時候都會噶嘛，啲心態你係要大無私讓行去付款區嘅，因為如果唔係你驚有人睇影啊，然後偷一個唔覺意就行撚開行撚走。佢其實就正正呢個動作咧，你問我咧，嗱，佢唔係我去寫低啲嘢，佢驚唔記得要買乜嘢。但係咧，老實講，如果你已經係諗住寫低啲乜嘢，每一次買完嘢都睇下嗰個手機咧，呢、這個唔代表佢係唔會唔記得俾錢㗎。嗯，佢只不過係，喂，我真係覺得佢呢個女人咧，直情啊，你問我啊，佢話都要用乜嘢咪去攞咯，係嗰種啊，啊驚攞撚漏添啊！啊！如果咁嚴重，點解可以陀槍啊？係啊，咁睇下點解而家無罪添啊！我想問蕭澤怡，如果呢人佢抑鬱精神病咁嚴重，點解可以陀槍？一係你就虐待佢，一係就對我哋香港市民就唔安全。好啦，唉，真係我又唔明啊！你老實講，你俾我真係罪加一等添嘛？你俾我就係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，好多網台都有講噶，咁我哋講下啦。咁啊，今年年頭咧，其實講好耐啦，啊，美國情報機構話撰寫嗰份啊中共高層嘅即係貪腐嘅文件，咁於是乎喺6月9日咧，《華盛頓時報》啊，大家唔好搞錯，係《時報》唔係《郵報》，就引述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一份報告咧，就透露咗咧話包括話我哋最大嘅嗰啲領導人嗰個貪腐。嗱，先唔好講個數字先。咁我咧就專登因此而上去睇翻呢個，我平時唔會睇噶嘛，《華盛頓郵報》。《華盛頓郵報》其實就冇乜新意，冇乜新意嘅意思係佢冇一啲強烈嘅證據啊，即係包括好似以前咧，我唔記得都有七八年前啦，又咪有個唔知乜嘢嗰啲咩俾人掟咗出嚟嘅嗰啲咩處女島啊，嗰啲咩公司啊，
喂，人哋真係 black and white 咧，嗰啲咩目全世界記者一齊搞嘅，記唔記得嗰、那個？即係你先我講到邊單嘢啦？去揭密啊，世界各地領導人啊，邊個邊個邊個咁啊？嗱，佢冇嘅，佢冇呢啲證據嘅，淨係引述翻啲2012、2013年之前曾經有人講過啊，包括講下習近平上台嘅時候，2012年佢即係佢啲報道話佢家族或者係有啲親戚持有3億美金，咁呢個係2012、2013啦，而家當然唔止啦。咁據講咧，即係佢呢個報道咧，嗱冇任何證據咧，就話係有7億啦。咁我哋唔知佢多定少啦，真係老實講係嘛嚇。咁、啊、但係即係你又冇咁嘅強烈證據嘅話咧，即係我好覺得你話你咁你想點先？你想點啊？由舊年。今年佢而家話年底會好多嘢出㗎，好多嘢出㗎。咁你覺得呢樣嘢係咪真係好有作用啊？定係即係而家個空定人咧？嗱，你唔好嚟啊！你唔好嚟啊！如果唔係，我就真係啲嚟嘢嚟料㗎啦啊！咁你問我呢、這個當然係別有用心啦。咁、啊、你有而佢哋又真係好卡啊！我真係覺得，你以為我哋會受即係你啲咁嘅抹黑對我哋有影響？就算你係真係有證據出嚟啊，喂，你都別喂一句別有用心嘅啫嘛，係嘛？即係我見到有陣時咧，有啲海外嘅，特別係海外啦 ，KOL 咧，就將呢啲咁嘅事情咧講到哇，好似好撚震撼啊，會好撚勁啊！最緊要係啦，喂，我真係覺得，喂，咁多年都冇進步嘅聽眾咧，咁我都。我都唔恨啊！唔係郭文貴點會咁多人聽啫？喂，佢係咪會 disclose 出嚟啊？真係我都成問題啦，因為佢哋都會考慮佢哋自己嘅利益噶嘛。就算係咁又點啊？你覺得啲大陸人會點啊？咁又點啊？係嘛？屌，即係或者美國政府會點啊？真係咁多好戲在後頭啊！你估唔好即係大家唔好咁期待咁高啊！反而我想講下咧，嗱，今日嗰、那個即係遇刺嘅其中一個咧，即係美國人啊，佢就講述嗰個事發經過，咁其實都冇乜特別啦，只不過幾條友去呢、這個松花江睇端午節活動 ，OK， 諗住去松花江睇啦，點知哇咁撚多人，於是乎咧，誒睇唔到，不如去北山公園度行下啦。嗱，其實咧又要咁講，我同好多老外傾咧，佢有啲老外去過中國越南嗰啲地方，廣西嗰啲咧，佢哋其實都覺得話好撚靚，即係好 amazing 啊啲景色啊，因為同我哋唔同啊嘛 ，OK， 好似佢另一個星球咁。好啦，點知行下咧，當佢落山嘅時候，突然間聽見後面有人大喝一聲尖叫，咁佢擰轉面就發現有條馬騮向佢揮刀衝緊過嚟，都未 sense 到自己乜嘢事啊嚇。咁啊，佢覺得佢就俾人同埋啲同事俾人推開咗，然後咧，佢仲想話做乜撚嘢推我嘅時候咧，跟住咧見到咦，點解你自己有血？一時之間未痛喎，個膊頭都有血嘅手，佢先知發覺自己中咗刀。OK， 好啦，咁跟住咧其實咧後來佢就話警方同佢講，因為嗰、那個嗱，首先單嘢其實都撳嗰日先出嚟個報告，佢話嗰個男人揸刀嘅男人失業。OK， 得啦，運氣唔好。而我哋即係佢哋嘅四個人啦，四個人其中有一個撞到佢，所以佢咧就用佢嘅方式嚟回應咁講。咁啊，今我睇中國網民啊，我唔係講我哋啊，啲中國網民就話：，屌你老母，啲鬼佬撞到，通常講聲 sorry 咪冇嘢咯，係嘛？究竟係乜嘢事啊？係咪普通癲佬啊？嗱，失業和斷。嗱，而家咧，大陸政府想撳嘅呢單嘢啊，但係喺呢一個時候，喺呢個時候啊，突然間有單咁嘅嘢咧，我真係覺得，屌你，我哋都閪病到，你唔使諗到好複雜嘅人，無啦啦去拔刀嘅嗰條友，真係好撚奇怪啦，係嘛？你唔使諗到咁複雜嘅，你邊個？你仲有僅餘嘅嗱，好少啦，我哋跌咗95%啊嘛，遊客外國遊客，邊個去中國啊？仲哇，原來你會咁樣啊？你好意啫，你話，中國呢度揸刀嘅，美國啲開槍添噶啦。啊，你唔係你可以咁講。美國仲危險啊！你可以咁講。喂，老實講，你話呢個人係對老外啊嚇，係特別仇恨啦、啊，因為好似受傷嘅都有個中國人嘅。OK，
咁如果你話真係對老外特別仇恨嘅，佢係咪俾你哋嗰啲即係啊？因為有人逢中必反啊嘛，啊，所以佢就可以將自己嘅老實講，你呢啲咁嘅逢中必反論，即係話有國家逢中必反啊。咁其實係咪有國家逢美必反啊？啊，即係我哋唔好深言歷史啦。喂，講真，你宣揚呢啲嘢，意思真係冇意思嘅喎。你問我係嘛？你鼓吹呢啲咁樣嘅情緒啊？你好似我有陣時我唔係左膠，但有陣時我好中意睇，譬如我啱啱琴日介紹完啦，哥斯拉夫 1.0 啦。喂，我睇嘅時候，我係完全唔會覺得呢一班人因為佢即係咩神風特咁敢死隊啊，屌打過我，屌打過太平洋戰爭啊，中屌入侵我哋中國啊，係壞人啊，我冇啊，我直情咧，我唔係話佢哋嘅所有行為係啱啊，我直情係。用咗另一個角度睇，係佢哋呢一班乜嘢都冇，亦都受到戰爭摧殘，因為佢都係受戰爭摧殘嘅人，喺個嗰種生活嘅掙扎啫，即係關心一個人啊。好啦，我哋係咁喺度吹，就話屌喂，你除咗老實講呢一種咁嘅民族主義，除咗你問我，我真係唔知有咩用啊。除咗係愛嚟將自己嗰個政治上面嘅啊。失敗歸咎於人之外，仲有咩其他作用？啊，好啦，而家你搞到咁樣啦，你更加雪上加霜啦。你邊有可能有外國人嚟即係短期內會嚟中國咧？係嘛？唉，然後我哋即係上面經濟咁，我哋香港又等上面去喂喎。點樣上面嚟到個菠蘿包喎？而家幾條友，你唔買嘢 ，OK？ 我又冇外國遊客喎。啊！我都唔知點算啦。你好似話即係連拖劫都唔拖嘛？使撚拖啊？係咯。咩我講啊？嚟咗兩艘平平，使撚拖啊？所以琴日咧，阿古天樂借票咧，我睇啲報道啊，同啲佢話有啲人話廣州嚟啊嘛，古天樂都話：喂，咁你一定要過夜喎，啊，香港靠曬你哋㗎啦，咁樣。係啊，我話阿古生係嘛？阿古生俾人告喎，不過啲我哋唔特別講咧，似乎都係啲即係拍檔係嘛？嗯。就睇下咩環境啦。好，休息一陣。